哎，你好，您是郑云老师吗？哎，我是。刚才是不是您打电话说要来修马桶？啊，是。您是？啊，我就是那修马桶。好好好，你好，您打电话。哎呀，要换鞋吧？哎，环境不错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个在哪？在这儿啊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修马桶。郑老师，有水喝吗？哦，有啊，你等着啊。谢谢啊。郑老师，有烟抽吗？来一根。有。哦，谢谢啊。郑老师。哎，这中秋节过了，还有月饼吃吗？哎，有，我朋友送给我送了一块儿。哦，来一块儿，谢谢，马上就修好啊。周老师，哎，修好了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多少钱？给200块钱吧。200？你这半个多小时又是烟又是酒的，我们做老师一天都挣不到200呢。对呀，我原来是做老师。